看到公车族的朋友，不晓得你有没有觉得啊，台北市的公车站牌啊，实在是啊，这个形形色色的很多样式，高达了有七种哎。有人觉得根本就在浪费人民的血汗钱嘛，还让大家看的这个脸花缭乱的。但是台北市交通局说，九月会完成所有新旧式的站牌更新。不过呢，从七种还是变到有六种之多了，只是呢，解释说这是因为要因应不同人行道的宽度，才会有不同的配置。站在公车站牌前面等公车，不过仔细算一算，你会发现台北市公车站牌样式竟然多达了七种，未免也太复杂了吧。捷运市府站一走出来，这个公车站牌就是最传统的旧站牌。不过才相隔100公尺，转个弯，我们来到了松仁路。哎，车站牌怎么又变成了另外一种样式？一直改，不知道为什么。怎么说？我不知道，大概政府有建设，然后有换东西，就会有人可以有外快吧。两种、三种 ，OK 啊。公车站牌到底有多少款式？来看看，除了传统旧式站牌，还有目前数量最多蓝色的新式站牌。街道窄的就用滚筒式，街道宽的就用集中式，一起走集建制，样式一样，只是颜色变成了咖啡色的两种站牌。还有运量大的地区会特别设置智慧型的 LED 站牌。另外还有成果设计的站牌，却是只有示范一座。台北市有5000多只的公车站牌，真的让人看了眼花缭乱。目前站牌形式是有七种以上，然后未来会陆续缩减到主要可能是减少传统式现在黄色的那种站牌，可能会有6种，然后预计全案整个台北市12个行政区完成会是在今年的9月。虽然交通局强调新式站牌是为了配合不同人行道环境而设计的，不过也让民众感叹怎么站牌是越改越乱。中天新闻邱萌卿、王举金采访报道。